背景图是你是吧？对啊，挺卡哇伊的。那你发张你的照片吧。你喜欢女生穿什么衣服呀？我喜欢女生穿 JK 制服。那你可找对人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太棒了。给你发了，速速查收。不要这个，你这语文老师穿成这样是我受不了的。你这个是你不要看的，就发了一张呢，小姐姐还有一张。感觉你很喜欢拍你的腿呀、啊？还有吗？那我再给你发一张。你多发几张，你老是一张一张发，搞人心态你啊！我给你发了。哎呦，你多高啊？暂时1.65米，那你多高啊？我1.88米。萝莉怎么能长这么高呢？其实我是1.6米。那你给自己多报5厘米干什么呢？那也没有你虚报的多。小姐，你说你长得有10分，你能给我发发我的照片吗？我看看你就是是不是10分。可以啊。你如果长得好看的话，我给你介绍一些我的读者。好的，我发你哈。你这发的没有脸呢。有呀，我给你发了好多张呢。有给我发好多张了，我看一下。穿的，我看你每张照片穿的都挺多的，感觉你是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女孩。我这穿的多吗？这还穿的不多啊，我看这不挺多了呀，都是那种 T 恤，没有那种裙子什么的吗？那你经常看那种穿的少的妹妹吗？我这种呢比较保守，平时不太喜欢看这种类型的。我是替他们来聊读者，对，给你了解。行，这种类型的可以吗？我看了一下你笔芯里面的照片，挺可爱的。我知道我挺可爱的呀。能给我报个照吗？我怎么发给你啊？能加你好友吗？这是你吗？这是你，我头都给你。我骗你干嘛呀？骗我？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就靠脸吃饭的。还可以吧，只能说还可以。那你呢？你要发我呀？我的头像就是我，给你看一下我的头像。这个美颜开得好高呀。美颜只能让你的皮肤变好，但是你看到五官没有，鼻挺的鼻梁。你的照片，你再看我的照片，你这个美颜开得比我还凶啊。那你再发一张吧，我再看一下好吧。喂， Hello， 哎呦，听到我讲话吗？我听你声音挺像萝莉的呀。不是，我坚决反对你叫我萝莉。不叫你萝莉，叫你啥？我这个声音属于少女吗？少女啊，可能会有时候撒娇的时候会带点萝。哦，撒娇，你会撒娇啊？你撒个娇我听一下。我加个好友吧，看看照片吧，好吧。好。可以，哇，挺好看的啊。那你93年了，一个人住啊？什么意思？不准踢。你有点老了，真的有点老。你比我还大呢。不老我才94年呢。你比我还大呢。你真的吗？那你喜欢比你大的吗？跟我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也不跟你搞谈恋爱啥的。给我发一点凉快一点的照片。好的。丑一。哦，你长得挺好看的啊。一般般了。我应该不看你照片吗？为什么？感觉都已经了解完了，后来没什么欲望了。那我来了解一下你吧。你多高呀？我1.7米。1.7米呢，还是有点矮啊。1.7米还？1.7米啊？你跟我讲。我1.79米啊。我怎么这么不信呢？那你信我是啥？应该没有1.75米。哎，小姐姐，我想给你来个大嘴巴子。你的理想型是多高呢？1.7米就差不多了吧，你应该在1.6米，不是1.7米。你死定了。你空姐是不？你有看我动态吗？你 ID 多少来着？我看看你的照片啊，我先看一看。哇，你这照片这么骚呢？你这个照片啊？什么呀？这个是就是拍一套留念。你还有其他类型的吗？有视频吗？有啊，可以发一个视频，就证明一下是不是我本人是吗？不是，就是我看那个志勋他经常点陪玩，我就学他嘛，学他来这个比心上面点陪玩，感觉挺好的这个平台。可以给你发个短信，就平时拍的那种是吗？对。我加一下你的好友。可以。你看完就删了好吗？我看完肯定删了。
还有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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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